有开过直播吧？那这款是2010年的，现代的 iX35。这款车其实它的底盘呢、有分二轮驱动跟四轮驱动。那今天要安装的版本是二驱的版本，它主要是插在后面弹簧跟后方避震器，二驱四驱有稍微不一样，那前面的悬吊系统都是一样的哈。它的前面的悬吊系统是一个麦花臣，麦花臣的话，它有一个轴承跟上座哈。但这台车其实大概2个礼拜之前吧哈，车友有来试乘啊，试乘之后觉得 OK， 所以就预约今天早上来做安装。那经理其实也有试开到这台车哈，大概2个礼拜前，它的避震器损坏的状况也许有可能哈，里程数比较多，所以整台车的开起来感觉非常松散。那它的弹簧啊，明显就是已经晃动的幅度比较大，就像是它的阻尼筒已经拉不住弹簧一样哈，所以车友也选择要做一个汰换成 KT 一个道路版的避震器。那这个是前面哈，前面的话 KT 有附上座哈，后方的话它算是一个多连杆的系统哈，弹簧跟避震器是分开的了哈，可是上座的话。上座的话是要沿用原厂哈，这里可以看得到这个粉红色的东西啊，这个一波就多掉下来了。这个是缓冲的馒头哈，这个缓冲的馒头啊，它是一个发泡的材质，它就算我们没有在车上使用哈，光放在空气当中，它久了也会水解，所以这个就已经没有办法做有效的缓冲的动作哈，所以这个。都已经粉化了哈，那它的筒身刚刚有试压哦，也有一点老化的还蛮严重的了，所以今天汰换的话也算是没有浪费到它原来应该要有的价值哈。后方的话，这个形式很特别吧？它是一个模型哈。那如果是四轮驱动的话，那这里的结构啊就不太一样哦。这个是 iX35 二轮驱动，后方的避震器，这个都还是原厂的哎。原厂是哪一间做的？这个应该是韩国制的了哈 ，Mando，M-A-N-D 哦，不是日制的一个零件。好，这个是后方的弹簧啊，它好像是一个直卷式的对吧？因为它弹簧的设计哈比较偏向直卷，所以它的操控性其实啦，以原厂来说啊，这台的修理车会比一般日系车还要来得好一点点。那这个是。后面上方的橡皮，这个是原厂的，这个橡皮呢就不需要使用，只要使用要沿用的是后方下方的橡皮哈。好，那我们来后面要看这边哈。好，后面的话已经装好了嘛哈。后方的话哈，这个上座啊是需要沿用原厂的，在上座的下方哈，因为这一台车我们一样是做高低软硬可以调整哦。后方的话，刚刚是大概三指多吧，哦，它后方比较低，大概三指多。那车友的话有要略降了，降低大概比原来的低一指半左右。所以等一下后面的话大概会剩下两指半啊，两指半。前面的话应该是三指左右。啊，这里的话有附一些小配件哈，像是防尘套啦哈。馒头像刚刚那个馒头都已经坏掉了，所以也不用担心。KT 的话就有附这些的零配件。那这个上座的形式啊，它是一个橡皮的，所以它的上座跟 Golf 的车系有一点类似哈，它是不太会损坏，所以我们就直接沿用原厂的后方的一个上座。那这个调整机构是要放在弹簧的上方，放在弹簧上方。那这里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地方是。这一台车哈，如果在做定位的时候啊，它只能做竖角 ，camber 的话是不太能调，所以如果要降低幅度很多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就可以改装这一支，我看一下，来等一下我拿个灯哈，等会了。我看一下这一台车，我记得好像连仰角都能调整了。
哦，对哦，这台车哈、哦，这台车啊，仰角跟竖角哈、哦，分别都能独立调整。好、哦，它有一颗螺丝在这个地方，哦，在这个地方，这颗螺丝也能调整。然后这一颗螺丝，哦，这个支臂的内侧下支臂的内侧这一颗螺丝，哦，也能调整。所以它的 camber 还有头缘竖角哈、哦，都能够做独立的调整。哦，所以降下来之后就不怕说它轮胎的角度啊 ，camber 会太趴，造成轮胎内侧的吃胎啊。所以略降一指半的话，原厂的这些两颗偏心螺丝啊，都能对应得到，不需要再改装竖角或者是仰角调整器哈。这台车不太需要，因为通常来说这台车的降幅啦也不会特别多，因为毕竟这台车是修理车啊，所以一般车友的诉求都还是要兼备到原厂应该要有的舒适度。所以在前面弹簧部分，我们一样是用一个灯笼状的弹簧来增加修理车的一个舒适度。那后方的话，一样又是一个安装的重点，就是后方的弹簧啊，千万不能预载过多。那预载的重点就是这个筒身千万不要缩得太短哦。这个弹簧的话是210mm， 它的预载值的话大概抓5mm就好了哈。这个是后面的话是大概6公斤左右了，前面是大概7公斤哦。那确切的后面的弹簧公斤数是5.8公斤。前面的话是七还是七点，反正就是7公斤左右，大概7.02。好，这个是后方的部分。那前面的话已经安装到差不多了哈。可是这台车的前面离载串呢坏掉了，我们刚好有机会啊，来让大家你过来这边好了，来让大家了解看看哈，它离载串坏掉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个离载串哈，其实它是一个有大概120度角的一个作动的幅度。好，它有一个幅度，可是当我们在转方向盘啦，或者是在驾驶当中，它避震器会不断的上下，防倾杆也会不断的作动，尤其是在转方向盘的时候的左时点跟右时点，它避震器会旋转，所以这个角度也会扭转，所以这个离载串呢，哈，它是下方是连接防倾杆，它算是一个很正常的消耗品，可是这个球头的话，正常它会有一个 Q 度在，那这个用了很久了，所以它的间隙哈，已经都跑出来了，所以这个一装上车的话就有可能会有异音，所以我们有建议车主一并把它做这个离载串，待会的话把它汰换。但这个离载串汰换的话不需要换什么强化啦，或者是可调式的， KT 其实也有做可调式的离载串了，但是可调式的因为零件比较多，所以它的价格就比较贵，所以我们都建议车主汰换成原厂的。如果有些原厂太贵的话，也可以换成副厂的材质哈，这个零件的话都相当的便宜哈。好，所以这个离载串的话，待会会把它更换成新品。那在避震器的话，它前面麦花臣的悬吊系统，我们在上方这一颗螺丝，好，这颗螺丝有做一个椭圆孔，可是螺帽已经锁起来，所以看不太出来。这个椭圆孔的用意哈，就是让它在前轮在定位的时候啊，能够做出比较适合的一个 camber 角度。好，那这些有一些离载串的固定点就跟原厂一样，那有 ABS 感应线的固定架都是照原厂的位置。前面这条弹簧是最值得介绍的了，这条弹簧啊，一般来说会配成直卷弹簧，那我们为了要增加它的舒适度，所以做一个灯笼状的弹簧。那灯笼状的弹簧我刚刚啊特别，因为之前都有介绍过好多台车都是装这条弹簧嘛，那我刚刚特别看一下它的数据报表，这一条弹簧啊，它是200×7公斤。那如果跟直卷式的200×7公斤啊，它的行程差异啊，差了36%。所以这样的弹簧，它能够上下作动的行程，比直卷弹簧多出了36%哦。所以它在载重跟乘坐感觉上，会比直卷弹簧还要来得好一点。可是啊，当我们在比较激烈操控的时候的诉求，还是会比较偏向直卷弹簧会比较适合。那如果要舒适的话，那就会推荐这样的弹簧，因为这样的弹簧形式，它是一个类似灯笼的形式，当我们在遇到坑洞路面不平整的时候，它弹簧势必会压缩嘛，在压缩跟回弹的力道啊会比较顺畅一点点，它并不是直上直下的作动，它是有一些大概30%-40%的力道啊会往两旁释放，所以它乘坐起来的感觉就会比较舒适一点点。我们目前大概有好多款的休旅车都已经
设计变更成这样的弹簧，譬如说 RAV4 的五代，好 RAV4 的四代，还有 CRV 的五代，都是类似这样的设计，这样 的一个行路的回馈感呢会非常的好。那这个是车前面弹簧的介绍。那前面车高的调整比较单纯，前面的车高调整就单纯把避震器把它拉长或者是缩短，它就会改变它的车高。所以前面，但前面的话有一个特别注意，调整完毕车高啊，这个齿轮状的托板一定要特别把它旋紧，才不会有异音的状况产生。那前面的阻尼调整，它是在引擎室里面，在从引擎盖打开里面，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得到它的避震器的上座。所以这台车在拆装前面的避震器还蛮简单的，它前面的上座有三颗螺丝，好，所以就可以把避震器拆下来。那这里有一个旋钮，这个旋钮啊，就是在调整软硬度的。我如果这个角度要让镜头拍摄，所以我要用勾的了哈。来，顺时针的话它就变硬，往逆时针好就是变软。所以，调整阻尼的方式啊，一样是第一个步骤，我们先把胎压把它打到原厂的建议值，像这个是17寸原厂的轮胎铝圈的话，大概胎压会建议大概33、34冷胎压了哈，33、34左右。然后再来调整阻尼，那阻尼的调整左边跟右边呢、啊、要把它对称，好，譬如说前面左边是16段，那右边的话也要16段，前后的话就不用做段数的，就不一定要一致，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是在阻尼设定上车主自己可以随着自己想要的软硬度来做调整。那车高的话可能就要借由专业的技师来做调整，尤其是后方，这一台后方弹簧跟避震器分开就有一个特别安装的一个技巧在，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安装的重点。那像今天的这位车主啊，他也是来工厂试乘之后觉得试乘满意，再来预约安装，所以很诚挚的邀请车友们，如果车友们有想要来试乘的话，都可以跟我们小编联络。那 KT 的话，北区的经销商、中区的经销商、南部的一个经销店家，我们全部都有试乘车可以提供给车友们来试乘。如果觉得要考虑避震器的话，很欢迎跟我们预约来试乘，那试乘之后觉得满意再来考虑就好了。好，以上是今天现代 iX35 二轮驱动安装 KT 道路版避震器的直播介绍，谢谢大家，拜拜。